好了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呢要做鱼干，鱼干哦，还有鱼松。那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的鱼干呢，最后呢我们就要做成 XO 酱也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做鱼干。今天是那个伟翔来协助哈示范，所以我们现在请伟翔来帮我们把头尾去掉，头尾去掉，然后呢再从中间骨头去骨哈，我们把这些鱼刺的地方太多的哈都去掉，然后呢从中心。碰到骨头的时候就稍微转弯一下，然后呢就把它切成，把它摊开，把它摊开，然后呢去把那个蒸烤盘，哦，这边有一个烤盘，哦，那我等一下拿烤盘出来，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可以吗？然后就去烘干，哦，用烤箱烘干。那你可以先用盐，哦，敷盐进来。对对对，就把它再，当然再适当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不用切断，你不用切断，好不好？不用切断，不用切断。那鱼骨呢，尽量的可以把它去的呢就去，那不行去呢，你可以就不用去了，就这样子哈，哦。我们去把它做成鱼干。来，我们就适当的铺盐，来一个个。适当的腌制它放进来，对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就用米酒，我们就用米酒啊、盐啊，哈，就适当的调味，就适当的调味哈。好，就这样子哈，铺上去，然后就适当的调味酱油。你收三千就好。好，来继续，继续一只一只，赶快动作快一点，我们把它弄出来。油盐，就是用盐糖。我就长得还好，酱油，对，从。小心哦，哈，从中间你可以看得到。看得到的地方切下去，你这样危险，你就从中间切下去。我们可以多一点，直接放进来，所以就可以放多一点油盐糖。看起来到底哪里不像？对，你们要选。
没有断，没有断。所以你用力的碰到骨头就歪过去就好了。碰到骨头，你的刀子就稍微。好，那现在放进去。好的。